我们一起见过爱情最好的样子，但却把短短两年过成了七年之痒。如果你能一直像追我的时候那样用心，我们不会变成这样的。你知道我不善言辞，所以面对你一次次的冷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哄你。我真的感觉我们的恋爱谈得越来越尴尬，可能我们都厌倦了吧。与你相爱的，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男嘉宾朱先生，21岁，来自重庆，学生；女嘉宾郑女士，21岁，来自河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同学对吧？应该是。大学同学。大学同学，同班吗？不是。同专业吗？也不是。怎么那个什么的呀？我和他最开始相识是在食堂军训的时候嘛，然后我当时觉得他长得特别好看啊，然后就上去要他微信啊，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聊天，相互了解啊，然后就在一起了。别说的那么相互了解，不就在食堂看见一漂亮女同学吗？是不是？好，现在怎么了？我们俩在一起两年了嘛，两年。我们从刚开始非常甜蜜，然后一直到现在变得特别的平淡，就像白开水一样。所以你们想加点佐料，是这意思吧？我们俩刚开始也经历过特别美好的时候啊，现在感觉两个人就算待在一起也没有共同的话题，也不知道聊什么，而且没有新鲜感一起去做什么事情了感觉。所以来这儿要干嘛？寻找新鲜感。而且我们俩现在就是感觉虽然待在一起，但是感觉就很尴尬，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们想找一个就是师哥，我也不好意思，就直接转身就走掉，然后我就上去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自行车被锁住了，钥匙丢了，就一个很简单的事，我就去找一个锤子把那个锁砸开了，然后我就跟你走了呀，我也没有跟那三个师妹有什么过多的交流和接触。咱们俩刚在一起，我上完课的时候我钥匙也丢的那一次，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发微信你不回，然后你告诉我你打游戏没听见，当时我一个人那么冷的天，我一个小姑娘站那儿解锁的时候，当时遇见那个场景，你就没有想到就是去年我遇见那个事情的时候我怎么办吗？你错了，你也应该在校园找一师哥，师哥我钥匙丢了，这就对了，你找他解释一下吧，兄弟。我那天是在玩游戏嘛，然后手机就放在床上，我也没听见那个手机震，后来玩完游戏之后我看
他就给我发了很多消息，给我打了很多电话，然后我就慌了，我就赶紧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他跟我说不用了，没事了啊。听明白了，所以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并不是平淡了，而是说信任和安全感双重的危机来了，有点害怕了。是吧？除了这个之外，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还有我感觉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了。比如说呢？就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我是冬天的生日，我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从来不吃抹茶。然后去年冬天我生日，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啊，订了一个蛋糕，一束花。特别巧，他订的就是抹茶蛋糕啊。这个还不是最惊喜的，最惊喜的就是那个蛋糕上面的名字写的是他前女友的名字。我解释一下，就是我那天确实是有事儿，然后我就叫我朋友去帮我拿蛋糕，然后我没想到他画蛇添足，在那上面写了我前女友的名字。哎，这个恰恰挺有意思的，看来你朋友并不知道你现在有一个女朋友，是他，对不对？对。而且你朋友还认为你继续跟你前女友好着，是还是不是？是。所以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吧。那你拿到那个蛋糕你还没走啊，姑娘？我没吃啊，就是那次生日我就感觉挺不愉快的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一年就一次生日，然后你帮我拿个蛋糕的时间都没有。你觉得这就是你越来越在乎我吗？这个事儿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是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你也不能就因为这个事儿一直不理我，然后甚至还把朋友圈删了。我觉得男朋友惹女朋友生气了是该哄女朋友，但是你也太冷淡了吧，就一直哄你，一直哄你，怎么哄都哄不好，然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你还把朋友圈删了。我删朋友圈是因为就是你做那样的事情我肯定生气，然后我就耍耍小性子嘛，我就删了朋友圈啊。我删了朋友圈，转脸你把朋友圈也删了，你什么意思？这就是你哄我的方式吗？你删了朋友圈之后隔了一周我才删了朋友圈，而且不光是这个，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信任我，特别喜欢翻我手机，可是我手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翻，然后你每次都翻，翻完之后什么都没有看见，然后看见我和哪个朋友聊天，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然后你就开始跟我吵架，然后就开始冷战。我就觉得你根本不信任我，而且经常大晚上爬起来看我手机，还有说什么手机欠费了，要拿我手机打个电话，跑到厕所去翻我手机。我觉得你要是给我足够的安全感，我也不会去翻你手机。而且咱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你的那个手机指纹密码是让我设的，手机屏保是我，聊天背景是我，到现在就什么都换了，然后手机密码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吧，是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那会儿为啥不要私人空间呢？就是因为他老是看我手机，然后我和我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觉得哦我俩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吵架，然后开始冷战，而且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事儿。然后到后来我就不想把手机给他暴露在他的面前，免得很多事情发生，然后又来吵架，然后我就觉得很头疼这些事儿。我觉得你坦坦荡荡的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你手机？好累啊，我觉得不是没有新鲜感，你们这挺新鲜的玩的对吧。除了这个信任之外，觉得这个男生和你之间的情感还有什么问题吗？姑娘，我感觉相处的这两年发现了他身上以前就是我没有发现的缺点，比如就是他特别精致，我感觉比我一个女孩子还要精致，衣服就是买一件穿两天不穿了又要买新的，经常敷面膜不说吧，还要抢我的面膜敷，关键是还时不时给自己买燕窝，你是什么意思？那个燕窝是因为上次去国外旅游，然后人家带我们进了那个店，然后说对身体有好处，然后就买了一些。行，我明白了，女生是不是觉得凡此种种，这个男生对你好像不是那么上心呢？对，我觉得相比较之下他更爱他自己一点那种。我明白了，女生说基于此我觉得我们生活平淡了，所以聊天会很尴尬。你有啥要素的吗？他有拖延症，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习惯。他拖延症拖延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有一次我俩一块去坐高铁，然后我在楼下等了他一个半小时他才下来，下来之后呢我就说赶紧赶紧赶紧，不然一会儿就迟了，然后他也很不耐烦。到了高铁站啊，运气好赶上高铁了，然后他还反过来说我，说我怎么这么啰嗦。问题是我觉得咱赶高铁不可能每次都靠运气来赶吧，那也有没有赶上的机会啊。就有一次我俩坐飞机，
就我们俩已经在路上了，走到一半他说他东西忘酒店，然后又跑回去拿，然后飞机就延误了。延误之后我就没有回学校，然后我的篮球比赛也被耽误了，害得我们篮球比赛也输了。你篮球比赛输了你不能怨我呀，你们篮球队就因为你一个人不去然后整场就输掉了，我觉得这是团体能力不行啊。况且你说你要是主要队员就算了，你还是个替补，你着什么急？篮球比赛这个东西吧，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不是说五个人打，那总有人体力不支需要替补来换上去。对对对，有一种说法，一个队能不能赢球主要看板凳的深度。我不说篮球这个东西吧，那我就说你平时出门吧，他有个习惯，就是化妆的时候他喜欢看剧，看剧看到精彩的部分，他就停下来化妆，他就看剧，然后看个20分钟，看个半个小时，然后他才想起来，哦，我还在化妆，然后再转过来继续化妆。他化妆还有他拖延，我已经摸出了一个体系。他一般跟我说什么，我现在开始收拾了，那估计还躺在床上玩手机。嗯，然后跟我说什么，我已经在路上了，那可能刚出门吧，车还没坐上呢。他跟我说2-3分钟，别催了，别催了，我马上就到了。那估计刚上车。所以你们在2年多的刑侦与反刑侦的工作中，大家都总结出了一套对付对方的经验，是吧？还想谈这恋爱吗？想是想，想是想，你是，但是这话太有深意了啊！啊，你就说但是吧，就是我每次和他吵架，问题就出在这儿。每次跟他吵架，他不会跟我交流，他就自己去想。然后我就一直哄他，一直找他，一直用热脸贴冷屁股吧。然后他从来都不给予我任何的表态，从来没有正面跟我交流过。然后到后来我自己就皮了，我就不想再找他了。然后他就觉得，哦，我不在乎他了，我就不在意他了，我对他不相信。那你在意他吗？我在意啊。那你在乎他吗？在乎。那他为什么过生日你把？这不就是那歌词唱的吗？连名字都叫错吗？你这个太可怕了。这个事儿真不是我去弄的，是，今天两位来希望怎么样呢？我就是希望谈一场特别简单，然后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猜忌，就好多杂事那种特别简单的恋爱，就是两个人都想着对方。我希望不说找到以前的感觉吧，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能转变一下现在的相处模式。可以让对方更轻松一些。听明白了，你来是为什么呀？我来就是觉得他已经成为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一种习惯，我觉得割舍不掉，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又有很多的矛盾。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对，你就说鸡肋不就得了吗？就这意思吗？那在那绕绕绕绕绕，行了，你们看怎么办吧。你这丘比特。刚才那个师妹喊师哥帮我修一下这个车，这话怎么这么压抑？没说修车，哦，不是修车，就师妹喊师哥说师哥，他就去了。哦，对，就师妹一喊师哥，然后你噌就过去了，就把女朋友扔在边上了。你知道我曾经真碰上过，就是我自己这样的事儿啊。我搬一个电脑一体机，然后碰到我们邻居。还都相识，邻居一个男生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一起下楼，我要把这个一体机搬到汽车上去，但是往上抬的时候太沉了，我抬不上去。然后这个男生就看到我了，因为都认识，他想要来帮我，但他做了一件事儿，他先回头跟他女朋友说，哎，媳妇儿，你看他搬不上去，咱俩要不一起过去帮帮他吧，要不然那电脑就摔地上了。他媳妇儿，哎，好啊，俩人就过来一起帮我。这就证明这个男生非常清楚现在身边跟我站在一起的是谁，对面那个女人是异性，我有自己的边界感，我有自己清晰的意识，我怎么做会让我心爱的人心里舒服，我怎么做不会伤他的心，不会冷落到他。所以当你真的把他放在你的心上的时候，你做凡事都会考虑周全，记住了吗？好，谢谢山大老师。来，徐总，当你们觉得双方这个生活已经从了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甚至有一些危险出现的时候，你们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女生，你觉得要是离开的话，你是轻松啊，还是很痛啊？我觉得可能会难过一段时间吧。嗯，那男生呢？同样的问题，我觉得
可能刚分开我会觉得很轻松，但是我觉得我肯定会后悔。不一定，我觉得你说刚分开轻松很符合我对你的判断，所以我们一起做一个，或者说你们一起做这个实验吧，来考验你们现在的感情到底是真是假，是浓是厚。分开你过一段时间你看看是不是很轻松了，如果很轻松了释然了，那你的选择是对的。你分开你去轻松，去享受那些师妹啊，然后那些陌生女孩对你的那种倾诉，让你的精致发挥到极致并受到认可，你看看之后是什么感觉。如果之后你觉得痛苦了，好啊，那会儿再去想你们现在出现的问题，解决它，解决了去追它，也许能追到也许不能追到，但是至少在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你们适合分开，因为当时在一起也是蛮冲动的，你觉得他好看，他觉得好像你简单直接，但实际呢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于还出现原则性的问题，就一件事我怎么想我觉得他也是解释不通的。一个可以去帮我随时哎打个电话我没时间去帮我取给我女朋友生日蛋糕的朋友尽到一定程度了吧，居然不知道你的女朋友已经换人了，居然已经换了2年了，女朋友看到了对方前女友的这个姓名的时候居然不以此警醒吗？你觉得这里反映出来多少问题，甚至于一开始就没有全心全意的对你，很多细节可以表现出来，他其实一旦有诱惑或者说有吸引他的事情出来他会置你于不顾，还没出什么大事儿。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先分开冷静，过后到底谁痛苦谁轻松自然就说明真相了，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白老师，你能看到一个人他内在有多美，其实是因为你内在有多美，你看到的只是外表的东西，说明你也就是一个外表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觉得就没有看出来太多你爱他你在意他你尊重他就没有。我真的其实想跟女孩说，一个女人是不是能够过得幸福真的跟她长得是不是足够漂亮好像没有太必然的联系，因为不是所有的漂亮的女人都能够获得幸福，她又得美又得有自尊。一个男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居然能够去犯一个那样的错误，好，无心之举，然后他又会在你面前去有那么多疑似暧昧或者是暧昧或者是不顾你感受的事情，好吧，年轻不成熟，在今天一个公众媒体的平台上他直接赤裸裸地表达你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鸡肋，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觉得很羞辱。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你都能够接受他对于你的这种不尊重，说明你自己对自己并不尊重，所以既然没有那么爱那就爱爱自己吧，把自个儿爱好了可能才能找到生命中的真爱。谢谢。好，谢谢白老师。我的世界观里面一直叫接受现实，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典型，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谈恋爱的，微信嘛，加上就有可能变成恋爱，删了一段情感就有可能结束。其实愿意来就是一种重拾，我不管目的是什么，至少在我看来是希望变好，重拾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对美的追求大家不会变。男生如果不爱说出来，女生我觉得白老师那段话就所有的女孩子一定要注意这段话，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自尊太重要了，就是你爱死这个人了但是你发现你没有自尊的时候赶紧就跑，因为再爱下去你自己都没了，挺可悲的，剩下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承认最开始可能是因为你的外表，但是我接触了你人之后我是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才会喜欢你。我来这个舞台我不是说想要跟你分手或者是想要摆脱你，我只希望我们摆脱现在这样的困境这样的困扰。其实我觉得我对你最大的接受不了的地方就是你跟我吵架你就喜欢冷战，
我只希望你不要用冷战的方式来跟我解决吵架，我只希望每次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俩好好谈，好好交流，好好解决问题。哎，谢谢啊，男生到最后这段话还是挺真挚的。女生还没有时间反馈呢，但是我们看到她的表情了。谢谢两位，请回吧。啊，